你们要干什么？哼，你这个插班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就是徐小凤吗？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保密。那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也保密。哼，左一个保密，右一个保密的。我看是因为你爸爸妈妈的工作太差，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。你管得着吗？反正就是保密。我看他有可能是没有爸妈妈的野孩子吧。你才是野孩子呢！扁他。快点，林子，不能怠慢了！快点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我要是你们，就再任性一点。这里是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，在这里，你们这样是不可能蒙混过关的。加油！快点！加快你们速度！快走！你走！梁九号，到！你们都是梁九号，现在是训练时间，要是不想受罚，继续训练。梁九号，快点！快快快！快走！快！出事了！谁出事了？蓝妞。蓝妞出什么事了？她班主任打电话说，她把半个班的男生给打了。赶紧过去一趟。果然是虎父无犬女啊，暴力小萝莉，我喜欢。好了，别添乱了。我过去一趟，你在这里盯着。是。老师，真是对不起，给你的工作添麻烦了。我倒是没什么，只要你和人家家长把事说明白就行了。是，你说的是。各位同学的家长，非常抱歉，作为蓝牛的父亲，是我没有管教好女儿。这样吧，孩子们的医疗费，我全额承担。在这里，我向你们表示真诚的道歉。对不起。这位家长的态度确实不错，我们无话可说。可是你看看你女儿，把我们的孩子都打成什么样了？你看那小眼睛还在瞪，这不明显的不服气吗？这让我们以后更担心是，我们的孩子以后在学校安全谁来保证啊？就是打了一次就有可能打第二次，我们孩子可架不着这么打。就是的。是，你们说的对啊，蓝妞，向人家道歉，向同学们道歉。快！我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道歉啊？嗨，你这孩子，你都把人给打了，还说没错？是他们先起的哄，说我是外来的插班生，说我是野孩子，也是他们先动的手。自己功夫不到家，平时训练欠火候，怨谁呀？蓝妞，蓝妞，看着爸爸，你答应过爸爸。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，对吗？爸爸教你格斗术，不是让你去欺负同学们的。爸爸现在命令你，马上道歉，必须执行。
去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爸爸，你的命令我执行完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恩妞，恩妞，杨老师，各位家长，啊，恩妞，这爷俩挺怪的啊，不就道个歉吗？还要执行什么任务？是啊，你说他这样教育孩子，他妈能接受吗？大浪淘沙，优胜劣汰。你们有121个人，现在还剩下55个。我想告诉你们，我对这个数据非常不满意，比我预想的至少还多出20个。不过不要紧，好吃不怕晚，越晚淘汰就会越刺激，淘汰还会继续。我想向你们保证，淘汰会更加残酷，淘汰的速度也会更快。现在多问一句，有没有人想主动回去的？没有。有句话怎么说你们？这就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对吗？时刻准备着。时刻准备着。我对部队这个口号已经有免疫力了。报告。说，那就请尽快开始下一阶段的训练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确实等不及了，该淘汰的赶紧淘汰，我等着正式组队之后执行任务呢。007，你不说大话能死吗？你确定我在说大话吗？好啊，那我今天再说一句大话，哪怕这里就剩下一个人，那肯定是我007。乐意呀！啊，我凭什么惯着他？024，我看你俩感情挺深啊，要不要一块杀？啊，024，你等啥呢？当虎亲兄弟，2打1，那不讲究吧？那你回去等着我收拾你吧。来吧，俺来了。
现，这个007还是挺帅的。我早就发现了。干嘛？春心荡漾啊？你还好意思说我们啊？015，要不然让飞行员也上去试试。飞行员才不会干这么鲁莽的事儿。007，咱打一怎么样？随便。怎么样，015，你干什么你？没什么，同生共死。什么？我是说，我跟你同生共死。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？你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说，我跟你同生共死，又没说你和我。这两句不一个意思吗？我求你了啊，别再添乱。好了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要谈恋爱，下去谈去。谁跟他谈恋爱了？那你们干嘛呢？同生共死的，007，你少废话，你到底打不打？不打。为什么？我不打女人。你怕了？我至于吗？你下去，换两个男人上来，你看我怕不怕？大姐，你别跟着搅和了，行不行啊？015，你别耽误事儿。015，下来吧，快下来吧。哎呀，015啊，我求你了啊，别添乱，真的，大哥，来。你们真够可以的啊！三个男人让一个女的先上，你还真打女人？盖子，上！对对对，上上上！行了行了，四个都打不过一个，真够丢人的。再来！住手！007，我看他们四个也确实不是你的对手。谢谢谢教员的抬爱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别一口一个谢教的，我也有代号，我叫蜘蛛蟹。蜘蛛蟹不好吃，你怎么不叫大闸蟹呢？少废话，要不咱俩练练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打女人。不过你可以挨女人打呀，要是你打赢了，我就改名叫大闸蟹。你们四个下去。啊，这是命令。你准备好挨女人的打了吗？你真以为我怕你？那就见个真章。那你别放，你别放黑龙。黑龙坐定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是算了吧，你是教员，把你打太惨，不利于你今后的工作。哼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
跟我玩阴的。什么牲口有什么人质？我没分出胜负吗？我看好那只母老虎。哎，能惹零零七啊，不是一般的角色。够狠的啊！我看你是女的，我才让着你。你活该！死不了，你没看出来，他们两个都有底线。如果真是想弄死对方的话，都不会超过30秒。难得的高手过招，你应该好好学学，看看什么叫做当代搏击。你们两个给我住手，今天的切磋就到这里，赶紧下去。胜负怎么算啊？当然是我赢了，你改名叫打闸蟹吧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是女的，很多部位我不能攻击。你还不是一样，姐要是想干掉你，早死了。没完了，今天我做主了，你们两个算平局。不行，平局我不能接受，必须分出胜负来。我也不能接受，你还想打，我奉陪到底。没德行了！反正我不接受平局，那今儿打没完了是吧？格斗不能再比了。那比射击，你敢吗？随便，我奉陪到底。好啊，我等着看结果。老大，你怎么在这儿钓鱼呢？我在思考问题。去河边是不是要更应景点儿？钓上来会影响我思考，我只需要保持钓鱼时的心境。你找我来什么事啊？有情报说，之前那个女的的确是卧底。我早就知道了。而且近期他也在边境跟我们之前的一个叛徒接头。抓来，我去。杀人你行，抓人你不行，你不够细，你只会惹事，上回就是。我去。你神经病吗？你长成这副脸打算怎么去啊？你只要出现在中国边境，就真的比白熊还稀罕。通知黑鲨，准备启动秘密基地。
我有麻烦了。什么情况？接头的目标没有出现，我反而被盯上。马上撤离。来不及了，他们已经在门外。不要挂电话，支援小组马上到。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你们打入 K2 的命。怎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。说不说是你的事情。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介意对你残暴无情。你也该知道我的手段。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你真的愿意承受那种人间地狱般的痛楚？我知道你有信仰。在那种难挨的痛楚和屈辱面前，能换来什么？你只会求一个速死。我知道，你接受过严刑拷打的训练，但是相信我，我的手下不会让你失望。
比你听说过的人和刽子手都要变态。说实话，我都有些怕他，因为他的变态是我无法有效控制的，你懂吗？听飞狼的安排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心跳的厉害。别紧张，是我和丹尼尔负责掩护医疗组，你们跟着我就行了。石馆长，你太棒了。这还没开打呢，怎么棒了？你一说话，我就跟吃了定心丸一样。少拍马屁，学以致用，明白吗？知道，你们都很紧张，别怕，跟着我，正常发挥。不知道战虎他们出发了没有？金石虎，我们已经在接近目标区域，完毕。猎鹰，收到，看见你们的位置了。霹雳火还没有动手，你们与目标区域保持距离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完毕。收到，我们沿454方位运动，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他们还没动手吗？飞狼肯定有他的考虑，我们等待命令。收到。各单位注意，我们沿454方位运动，待命出击，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九点钟方向有一个敌人的狙击阵地，看到没有？看到。我命令你们两个人从侧翼绕过去，无声接近，无声战斗，明确没有？明确。黑马，收到。你和丹尼尔去对付敌人的另外一个狙击小组，同样是无声接近，无声战斗，明确没有？明确。哎，不是说好了要掩护我们的吗？飞狼有命令，你们安静。丹尼尔，走。小心啊！看来定心丸是迟早了。别说话了，再叽叽喳喳，拿你去行战场纪律。医疗组，戒备。
想活捉我。
去。不够你玩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从来不打女人，别逼我。演习结束。